12点钟啊，见到小红妹了啊！小红那个照顾那个我们兄弟两个啊，别这样，说给你就是说站在旁边哈，非常有自信，有自信，我有自信。给你留着面子，勇哥。哎呀，哥，那个我也非常有自信啊。你看那个小红啊，这个中午咱就吃点啥？ 你酱骨、酱骨鸭肉，你爱吃肉就请你吃肉，好不好？都行啊，就是说客随主便，是不是？不实话，你脸上这个痣点了。不要再说了。我脸上脸上这颗痣过几天就掉了。能不能掉了？它可以掉，以前超级不明显，就超级小。我妈说脸上起这个痣不好，不好，真不好。所以说赶紧弄掉，弄掉它。你看，快结痂，它不是痣，还结痂，对。 今天我现在都想拿个铲子给你抢下来。<笑>行，不聊了，咱去吃饭。这里是在新郑市啊，干锅鸭。哥，你这个香水借我喷一下我。好的。哎呀。是因为我说的小用户坚持，但是外头找理由也是我那个爱好。就我讲今天个小用户说的。 等我留出水以后呢，跟你嫂子哈买个房车，哎对，然后全世界旅游嘛，可以，但是我的那个猫，我喜欢养猫，我的猫是那个有英短有眉短，行，那吃吗？吃吧，这个都已经都12点20分了啊，好，它这个是直接这样吃的，这要吃是吃完后然后可以下点料，那有牛面。 以后能不能给我吃？吃面行，吃点。吃肉呀，你们呢？吃肉。戴上手套。小丫头。我小勇一会儿减肥啊。他说我减肥，他要把我打造成跟他一样的帅哥120斤。我说小勇，你放心，你就胖胖的、憨憨的，这人是一个银点。把小勇打造成帅哥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最高峰啊180斤、200斤，我的我三尺多腰。 那肚子在这边呢，然后三个月剩下60斤。吃吧，这个烤鸭腿还是不错的啊。您老家住这边的？老家是驻马店。啊，对，驻马店的啊。点的菜多了，他套餐里面带的嘛。这个是三人餐，对。三餐哦。自带的是吧？对对。这两个菜，我也给你们点。你听懂没有？有你不拿，张三会拿，李四也会拿。吃点面条啊。行啊行。大致。 明天开始早上开始减肥啊，今天吃饱，今天吃饱，对，今天是吃饱，好，明天早上不吃饭，中午不吃饭，晚上吃饭，行不行？好，兄弟，坚持一个月，保证那个哥让你瘦下10斤啊。如果瘦不下10斤，请哥给你拿10000块钱，行不行？好，但瘦下10斤了，你跟哥请哥吃个饭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二斤猪头肉安排上。好嘞，来，来，接下来请哥吃点。 饭吃的差不多了啊，跟那个小红妹的认识这么久了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她。你说，<笑>你的名字真实名字是叫小红吗？苏曼西。苏曹子头。卖车的。老苏，胖胖的、肥肥的那个。不认识。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啊，这个今年过年的时候，这个成对象了吗？啊，你不是我的意思，有，他要是结婚的时候，我去他家里喝。哎，这个对，你妈这个，你让包个大红包，哎，咱包个小红包个大红包，你哥是这样的意思啊？嗯，但是然后过年回家应该会去相亲。啊，我的相就是。不过还喜欢自己找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。 我不是，什么时候？大概什么时候能结婚？你应该，我就是属于没别意思，就想去喝个喜酒。想喝喜酒啊？啊，到时候小红通知你。我跟你说个稳定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三年之内行不行？不超30岁。不超30岁。你的意思是现在27了？没有，还可以10年。是，23。23，23。 哎呀，不用说我的年纪。行，你就个也不好意思了。哎。
两天问都傻了，都没法回复。嗯，好回复的就不问了。哎呀，吃我了。你今天肉咋不多吃点？今天吃肉打包打包吃的比较少。对对对，打包啊。还最少，我的骨头最多，我都不好意思吃了。你们两个都不吃，是不是？嗯。我再拿上去几个。今天吃饱了？吃饱了。你这腿咋了？我扶着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昨天这一说要来见你，激动的这个上楼梯的时候崴了一家伙。这不买了药吗？买了两盒药，买了这个云南白药，喷一喷。啊。你这骑行多注意啊。行。见着我脚崴。整得我多不好意思，见着我脚崴了。啊，毕竟我是你的铁粉不？铁粉。行，那我们啊就出发了，一路往南了。好，嗯，你看晚上，你要是你们晚上要不想走，想歇歇，就是要么就是说晚上明天再走，或者是如果感情很重要，你看你们具体安排好不好？行行，可以吧？好，你先去忙忙吧。我先去上课了。好，两点上课。啊，行。行。你们慢点路上。好的。谢谢。好。我走了。他在这里冲了3个小时了啊！哎呀，这个脚疼的不得了，哎呀。啊，东哥，看看东哥，啊，东哥又戴上他帅气的头盔了。今天这个小红妹也见了啊，聊了很多。行，那咱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下期见。